次嚟到呢個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嘅開幕禮度表演。咁啊，香港國際七人欖球咧係一個好大嘅盛事。咁我哋咧有機會咧，俾到同學仔咧喺呢個舞台上高咧，將佢平時學到嘅嘢咧可以發揮出嚟。一開始聽到有呢個表演都好緊張嘅，因為都未試過喺一萬幾二萬人面前表演。今日呢一個嘅1-2-3舞團與龍達陣咧，就係我哋今個年度第一次嘅一個舞蹈嘅公開表演。咁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一個機會，讓到主流學校嘅學生啦，同埋特殊學校嘅學生咧，有一個好寶貴嘅機會咧，去踏足呢個國際舞台。我哋練嘅過程都有少少辛苦。跳完感覺係覺得好自豪啦，係啦，即係咁大個環境咁樣，仲有係好大型嘅活動，都好滿意今日嘅演出。咁啊，今日都好開心啦！見到所有同學咧嘅表演咧都係相當之好嘅。咁特別係頭先表演嘅時候咧，都落住毛毛雨。主流學校嘅同學仔咧，特別係照顧我哋一啲特殊學校嘅同學仔，咁都睇到我哋舞團嘅嗰個精神係發揮到嘅。我見到同學仔嘅舞蹈當然跳得相當之好，我印象特別深刻嘅就係啲同學好有笑容。我感受得到咧，我哋嚟自唔同學校，中學、小學、特殊學校嘅同學走埋咗一齊之後咧，佢哋相當之有團隊精神，真係發揮到我哋嗰種共融嘅精神。我相信呢啲活動係對我哋嘅同學係相當有意義的。